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urberry Beauty 的化妝師 Olivia。 今天呢，我會為大家做三個補妝的 tips 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嚟緊情人節咧，為星期五，咁可能會有一啲妝咧會甩咗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咧會第一步係教咗面先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可以用一張紙巾將佢分開咗先。其實咧，我哋用呢個方法代替咗面油紙去吸走多餘嘅面油啦。之後我們可以用一些保濕的 lotion， 或者是一些譬如例如我現在用的就是 Burberry 的 primer， 你可以放在紙尖先將它 warm up， 然後按落你面部需要保濕的位置，之後你可以用一個掃來掃回你的 powder 在 T 字位，但是我會用掃不用粉撲的，因為粉撲會吸走整個面的水分，而令到個妝更加厚和更加乾的。去到嘴方面，其實我會用大量的潤唇膏先放在嘴上面，之後我們可以用一個棉花，將唇上面的顏色抹走，而剩下來的潤唇膏可以當一個 lip mask 敷一陣間，之後再拿紙巾印一印，再補回你今天的唇色就已經完成了。去到放工的時候，通常大部分人的眼影會在眼睫位會沒有個眼影的，我會用以下的方法去做補妝。我們可以先在甩了眼影的部分輕輕用一個眼線筆畫了先，再用我們眼簾的顏色將個眼影 blend 開，這個方法就可以模仿在眼睫位附近的眼影顏色。